消委會在五間超市網上購物網站試買五次，每次買15件貨物，發現服務錯漏百出。消委會發現接近在所有實測入面，不少奶製品、肉類和冷藏食品送到的時候溫度偏高，增加細菌滋生。City Super 有最多新鮮和冷藏食品在送到的時候高過8度，有實測員收過爛了的提子、已經解凍的肉類、香蕉已經熟透變黑並且出水。 Big Big Shop 的雪葩變成液體、糖水流出去箱外面、急凍雞柳解凍、包裝已經打開等等。消委會亦都指 Big Big Shop 的送貨準確度令人失望，每次亦都有貨物漏送，其中一次有10件。實測員獲告知收貨要等3到13日，每次購物亦都要分3至4次收貨。另外，這個網站分類都比較模糊，例如在食品分類邊找到電器，商戶亦都多次擅自更改送貨時間。而8家網站入邊已選貨品多次突然顯示為售罄，致電客戶服務熱線就話仲有存貨，公司亦都無再跟進。